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你生不带。他兼职这份工作多久了？大概三个月了。你一直不知道吗？知道。那您还是自己过去吧。行，你教我吧。你干嘛？我喝完了。那你吃这个吧，我一个人也吃不了。我女朋友做的，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她的味道。我跌跌撞撞，你有一个好女朋友，好好对她。再说了，生活那么苦，这个。抖音。